Hello, I'm David from PRM Taiwan. Today I'm here with Benjamin Lee, the Vice President from Fu Chang Xing. Heng Gao Xing Ren Qi Ni. Yeah, me too. I'm Benjamin. 我们会用中文做这个采访。 第一个问题是, 今天你可以介绍你带来什么机器? 我们这次有展出三套设备。 第一个是这个都是美规的，就是专门对美国设计跟制造的，符合当地这个市场的需求。我们有三套设备，一个是HA系列，目前在现场的是140吨的机器，那这个机器呢是非常标准的油压机，在市场已经行销多年，性能相当的稳定，而且性价比非常高，是一个非常适合 入门级的投资的一个设备，因为它非常经济，然后非常性能非常的高，品质非常的好。那在一开始我们跟马路卡合作的话，也是从 HA 这个系列进到这个市场来的。那吨数级距的话呢，是从60吨到1550吨。 那第二套呢，是我背后这一台呢 FA 系列。那英文为什么要叫 FA 呢？我们叫它是 Falcon， 像老鹰啊，它是准，就是精准，然后飞翔，高瞻远瞩去展示这个性能，是我们全新的二代机。那有更宽的台巴 Distance， 就是宽模板的设计。那开关模的。 这个机构呢，全新的设计跟分析，所以开关模的运作的顺畅度呢，是跟比较以往的旧的机种呢，是更快、更平顺。那我们也在里面写了很多的软体，是叫做开关模运动控制的平顺系统。那另外，真实的叫做全臂回路的控制呢，也是在这台标。 这台机器里面是标准配备，就是全臂回路，所以射出剂量跟位置都非常的精准。那当然，这里面如果只是这样，我们宣称它是二代机，似乎有一些薄弱了。那里面我们其实 bundle 的一些工业4.0的元素在里面，也就是说，这一部机器呢，它是一部智慧机械，它里面我们。 在外加很多的option， 就马上可以提升到它是可以智慧制造的一部智慧机械，它可以自我诊断、自我调试。那比如说我们模具在模具里面装 sensor， 那可以讯号收集之后呢，可以帮在我们里面的建模的系统呢做一些分析跟比较，那很容易就知道它是良品或不良品。 当不良品要发生的时候呢，这一部机器呢，它会自动调整，把它往良品的方向呢去做自动调整。所以其实我们讲的智慧机械是这个样子，当然里面还有含有智慧管理，还有智慨服务的功能在里面。那因为比较复杂，所以我就介绍到这边。那第三套设备呢是 LA 550吨的二板机。 那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真正进到美国市场，在上一届的时候，我们也是展出的一台990吨的二板机，但那时候的市场接受度似乎没有那么高，但是这一次呢，很明显的二板机这个市场呢需求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它有比较大的开关模的形成，所以它的容模量更大，生产的。 符合生产的效率呢，或者是你要生产的产品，更宽广，所以顾客非常喜欢。那我们也得到一个好消息，就是这部机器在展会上已经售出去了，销售出去，而且这家客户另外订了同样类型，更大型的机器是990吨的，外加另外两台，所以总共这一类型的设备呢，在这边售出三套。 我们现在在美国，你常常说到你们的代理 Maruka， 你们可以介绍为什么你们两个公司会合作？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因为马鲁卡在美国这边其实已经有40年的历史，所以是相当知名的一家公司。那它的总公司呢，其实是在日本。哦，它是一家机械专门代理销售机械的这个方式。它最主要有四大机械哈，都是产业机械。第一个是 CNC， 第二个是射出成型机，第三个是建筑机械，哦，建筑产业的机械，第四个是农业机械，哦，所以统统是机械。那射出成型只是它其中的四分之一。那在美国这边呢，它是专注在 CNC 还有在射出成型机这一块。那原先呢，它代理的是另外一个品牌，它是做，目前是做，只有做全电机。那其实美国的市场，全电机跟油压机还有各一半的市场，就是说，需要全电机的有另一组人，那需要这个油压机的还有另外一组拥护的使用者哦，所以他们的使用习惯跟其他的国家呢比较不相同，因为他们蛮理性的，选适合的射出设备去做适合的产品哦，所以刚刚提到就是在全电机这一块有50%，但是他代理的这一家厂牌呢只做全电机，那另外的油压机呢变成市场就空缺出来了。那他在这里面对富强兴之前要合作之前呢，秘密的评估了我们3年。那后来经过他们内部很严密的审议之后呢，发现 FCS 是值得合作的，而且是在油压机这一块呢是有良好的表现，好，因为它持续追踪了蛮多年，所以后来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跟马鲁卡签约，好，那时候是在2011年的12月在马鲁卡的大阪总公司这边签约。很快的，我们在2012年呢举办第一届的在 Orlando 这边的 MPE， 好，那一次是第一届，现在是第三届，所以我们已经连续展三届了，那也就是说，我们跟马鲁卡的合作从当初到现在已经有6年的时间，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他专注在射出机这一块呢，有2块不同的市场，一块是全电机哦，有50%，那油压机这边还是有50%的市场，他想要把所有的 solution 注塑机的 solution 呢，通通掌握在他的手里啊，不论客户他需要什么样的机型或服务，他们都可以做完整的提供。哦，这是他们要找我们合作，也另外一个是我们想要进到这个市场。哦，这是一开始是我们讲马鲁卡的起因。那我们 FCS 当初也是想说进到这个市场，因为它对于机器的品质，还有它性能的安定，还有品质服务的要求上面呢，都非常的高。我们想说进到这个市场可以证明我们机器有能力销售到这个市场来，接受严苛的考验。那严苛的考验当然一开始当然不是很顺遂，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这个压力呢不许我们成长啊，那一路走来我们从对这个市场很陌生到现在渐渐熟悉，知道美国这个市场它需要的功能是什么，需要的服务是什么，我们做了很大的调整。也不只是这样，我们连带不只是说在机器上面的表面性能看到它的品质跟性能的提升，连带我们内部的组织管理跟制造流程甚至研发设计通通做了一个整体的改变，好，这是我们最大的获得。
为什么傅昌兴需要带领？因为我知道在印度没有带领，但是在这里有带领。OK。其实进到一个市场有很多种选择，你可以自己在这边设分公司，自己设直营点，或有自己的服务团队。那另外一种是靠当地的经销商或代理，这个每种策略哈，它背后有不一样的思维。那以美国来讲的话，说实在，如果以我们东方人的思维要来经营这个市场，我想我们不是在这边土生土长了，很难去了解当地的人，尤其是美国人的思考行为，我们没有办法。那马鲁卡这家呢是，它虽然是一家日本公司，在这边呢却是用美国人在经营，所以用美国人的思维，去经营这个市场，其实，怎么讲呢？他就很自然，很 natural， 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互相比较容易沟通，比较能够了解。那如果以我们东方人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自己这边设份公司，其实用我们的思维跟我们的文化很难去猜透当地人的想法。那另外很重要的是，你要做生意，人脉非常的重要，人脉相当的重要。所以马鲁卡在这边，他因为美国人跟美国人之间有非常强的那个人脉，我们讲的那个 relationship， 非常的强。所以我们要进到这个市场，我们觉得应该是借助当地强而有力的代理商或经销商这个管道进来。当然刚刚有提到说，那为什么印度我们目前是或者在其他地方我们采取直营点的方式，我们的想法是比较，比如说 top ten 的市场，我们有几个策略，就是第一个，要么自己去设分公司或直营点或设生产厂。如果没有的话，第二个也要有很强的代理商或经销商。那第三个配套措施就要有战力非常强的那个 super sales， 哦，这三个缺一不可。那我们在美国的话，就是没有选择自己来设点哦。第一个阶段就是找到一个强而有力的经销商在这里，哦，那其他的像印度的话，我们是准备在那边设厂，但是我们也不会用台湾人去那边管印度人，还是得找到一个合资的伙伴，从印度人由印度人来管理印度人，这样我觉得是这比较正确的方向。所以这次在 MPE， 你们有什么希望？你觉得怎么样 ？MPE 会对你们的公司是成功的展览？其实 MPE 它在今年这一届应该是第三十届了哈，第三十届了。之前是在 Chicago， 我们都知道 MPE 号称是全世界前三大的展览会，它一直非常着力于在，应该是说北美这块市场，哦，北美这块市场做得相当的棒。有人号称它全世界前三，那本土它也会说全美国第一大的塑胶跟橡胶的展览。当然，我要讲的是需求带动供给，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因为你做出来没有东西，做出来东西没有要买，那是做也没有用了哦。那美国刚好制造业回流，那经济复苏，那我们这一次的展览确实有看到询问度比上一届有增加，因为来访的 visitor 或者是 buyer， 他们很认真，是站在他们要导入设备的角度来看这个展览，并不是来看热闹，或者说啊，我看现在有什么新的technology， 有什么新的玩意可以看。我们发现询问度非常的高，而且是认真的。那 NPE 刚好提供一个这样的平台，但我们比较期待的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它选在Orlando 这个地方，其实离
中美洲、南美洲非常的近，想要带进中南美洲的客人。哦，这个是除了我们跟专注在美国市场之外的另外一个期待。但我们以目前来看的话，来自中美洲、南美洲成分客人的成分呢，似乎比较没有我们预期的多啦。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倒希望说 NPE 可以把它扩大成一个不只是北美，是整个美洲的一个这么大型的展会，让中美洲跟南美洲的参与的人可以再增加的话，我觉得对不只是对富强兴而言，哦，当然如果以马鲁卡或者是北美的这些公司而言 ，maybe 他们这样就够了。但是如果以来参展商其他的参展商的话，我认为他们不会只是要专注北美市场，他看中也是说，中美洲跟南美洲整个美洲市场的这些访客都可以进来，这些 buyer 都可以吸引进来，把这个展览的效果做得更好。我们有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要分享一些东西给我们的看我们的影片的人，或是看我们的广告。谈分享，我倒是要想要呼吁啊，我跟我同事在那边商量说，我这句话该怎么讲？因为我们来这边展览，如果讲这句话的话，有点好像不太适合，但是我还是必须讲，请尽量减少对塑胶的使用，因为塑胶确实对环境的冲击，是很大的，对环保这个议题来讲。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塑胶的制品在人类的生活当中呢，已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我们现在把塑胶切开，我们大概生活会觉得非常的不方便，但是我们应该是好好利用它的方便性。那怎么来思考说好好的利用它，而不要随手把它丢弃，然后产生一个环保的问题，污染土地，污染海洋，污染我们地球的世世代代，又不是下一代而已。那现在我们谈的是不只是制造，而是制造怎么让它有效率，废弃率更低，在使用上呢，可以保有性更强，可以回收再利用。那当然回收又是另外一个议题，我们在展览会上面也有很多在做回收的设备，让我们的资源可以重复再利用，让它生生不息。要不然它是很好用，但是确实它又是一个会非常容易污染环境的一个产物，所以这是一个很两个极端啦。所以我讲说尽量减少，其实尽量减少，我又要鼓励说尽量买多买设备，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问题啊，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但是在制造商上面呢，应该是在开发比如说更有效率、产出更快、良率更高、更节能的设备。那在材料商应该是开发，应该都在开发了，比如说在生物可分解，那怎么让它在使用的原料更少，达到应有的强度或它的功能。那回收的时候因为回收的时候这些材料的物性会被破坏，那这些研究呢，怎么让它破坏降到更低，可以经过回收之后呢，还有保有它原来材料的性能。这些不只是参观者 buyer 或者是我们这些机器的制造商，大家共同应该要去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哦，不是只是在商业上的一个活动，对地球的环保呢，大家应该都要尽一份的心力。谢谢你的分享，谢谢给我们的这个机会采访你。谢谢你。谢谢。谢谢。